坐落彭亨老务县的基罗主要种植橡胶、油棕及榴莲等农业为主。今年年初发生水灾，村民损失惨重，最少有20多到30户人家，很严重，他们的各项的家私啊、电器啊，破坏的很厉害，村民啊也是损失很大，也是很伤心啊。他们对慈济来慰问，我们也是很感激、很感恩他们。Air yang naik yang menyebabkan pintu ni kembang lah, susah nak tutup sebab air dah terlama berendam air kan, sudah 3 hari berendam air。经过看灾造册，慈济志工挨家挨户发放，送上援助金。Dengan duit ini saya boleh membeli barang-barang kerosakan, barang-barang yang telah rosak di rumah saya dan meringankan beban saya di samping musim COVID sekarang ni。换上制服，看不出也是这波水灾的受灾户。郑连淑把握复出机会。是想到这次这个灾难这样大哈，我一定要出来帮了。那种滋味真的是不能想象啊，你知道吗？自己也是镇国的人哈，真的是很彷徨啊。去到都是师姐他们也是过去帮我拿水出来了，就不用搬了。上一轮的就是拿两架摩托来搬那个水出，搬了一个钟头。逆境中仍可翻转手心，邓天平手上的收据是他想要助人的一点心意。昨天淹水的时候呢，有你们司机来到，我老婆现在好像要帮穷人什么，搬100块给司机你们呢、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最后我老婆跟我讲，先给他们呢、啊。钱就钱给他们呐、啊，有什么？这用少一点的话，人家就讲不了嘛。他心很好的，有人什么人上门来，他有会给的。印度教的教堂啊，全部什么来，他有给的。只是我们基督教。趁着发放，志工也宣导竹筒岁月，希望带动共善的力量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黄玉美、胡永雄，马来西亚报道。过年前。